来自灯和光 Lamp and Light 的视频信息，宣神真理801，促进团队合作，而不是追求个人成名，表明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。为了在一起工作，我们必须要有无私的心，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与圣父和圣灵一起工作，为我们带来救恩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主喜爱什么，但也要知道我们的主恨恶什么。我们的主要我们爱神和爱人，不仅要爱外邦人，也要爱基督徒。基督的教会和事工不应该与世俗混在一起，他应该要改变世界。我们有完美的上帝，但所有的基督徒都不是完美的，我们只是上帝恩典下的罪人。所以基督教圈子里有时候会发生不好的事情，我们需要爱心和鼓励，而不是互相指责。如果我们想逐渐变得更好，那就要有竞争；如果我们想加倍的变得更好，那么就要有合作。如果我们为自己而活，那就要有竞争；如果我们为我们的主而活，那么就要有合作。合作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来发展我们的工作项目，而不需要花时间去拆毁别人和自卫。合作是启动头脑风暴，它促进创造力和想象力，激发人们发现自己隐藏的才能。合作是促进团队合一，为同一个目标去共同努力和一起共享。当单独的我是一滴水，当我们在一起时就是一片浩瀚的海洋。当我们合作时，每个人都会赢，当我们竞争时，每个人都会输。所有基督教会、事工和基督徒都在为一个大团队工作。神的国度，我们都侍奉同一位主，三位一体的神。三一神是我们伟大的元首，我们是他的选民，跟随他的带领。竞争让我们走得更快，合作让我们变得更好。竞争才能有进步，合作也能取得进展，但却是在友好的环境中进行。竞争会带来仇恨、羡慕、嫉妒、自私和愤世嫉俗，这一切都是违背神的教导。箴言6:16-19，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，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。就是高傲的眼、撒谎的舌、流无辜人血的手、图谋恶计的心、飞跑行恶的脚、吐谎言的假见证，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。基督徒不仅需要在我们当地的教会侍奉我们的主，还需要在神的国度中与其他教会和事工的基督徒一起服侍。因为教堂建筑物的大小和教会成员的数量多少，并不是神将来审判的因素。基督教会和事工需要互相建造，而不是互相拆毁。我们是三一神之下的团队，因为我们有七个合一的要素。以弗所书4:4-6，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，一信，一喜，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穷寡妇的两个小铜钱比富人的大钱要珍贵得多。神注重基督徒成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并乐意照顾主的家和神国子民。
每个人都是完全不同的人，每个人的命运里都不需有竞争，我们只需要跑好自己的旅程，并且也祝福别人跑好。这也发生在基督教会和事工中，我们在当地的教会和自己的事工中尽力而为，并希望其他教会和事工也能做得很好。所有教会要共享圣经资源、人力、宣教、赞美诗、研讨会、大会议和社区服务，让这个世界的外邦人知道我们是基督的门徒。强者扶助弱者，富者扶助贫者，团结一心，将上帝的恩典和福音传遍地球里的每一个角落，这都是为了荣耀我们的上帝。以弗所书四章二节到三节，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走到一起是开始，保持在一起是进步，共同努力是成功。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是我们的力量，当有团队合作和协调时，就可以成就美好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可以扩展神的国度，迎接我们的国王主耶稣回来。